地球的点缀 Lesson 的 YouTube 个人频道。 Lesson 说，为什么很多人不会交朋友，很喜欢做个安静的人？朋友如果交太多，就像是在聊废话。比如朋友一群人， A 说他衣服穿红色， B 说他衣服穿白色， C 说他衣服穿蓝色， D 说他衣服穿黄色， E 说他衣服穿紫色，以上以此类推，等等等。一群人就比如在说废话一样，说到后来，你自己爱穿什么色就爱穿什么色。反正如果交朋友就是等于在聊一些废话而已，啊，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你爱穿什么色就穿什么色，越多人在一起最爱聊废话，越安静的人越不喜欢聊废话。越安静的人会想说，你自己爱穿什么就穿什么，聊那么多废话做什么？真的是你要穿的，这样听得懂吗？结束。